我们掌声有请陈国荣。人生路，努力风霜，风霜留面上。陈国荣长得很帅哦，妈妈对你好吗？好。啊，你听妈妈的话吗？听啊，听的。妈妈今天的心愿是你的还是陈国荣的？陈国荣。是你的心愿是吧？是。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我的幸福心愿是尽快完成儿子陈国荣十场演唱会。好，谢谢。谢谢。陈国荣，你现在最想唱哪首歌？但愿能长久，好吗？来，掌声欢迎。好吗？抱一下，很棒。第九场、第十场准备在哪儿办呢？那我们那儿有一个专门办演奏会的黄龙音乐节，要不我们先听听他怎么说？好的。来，你是我见过最优雅、最了不起、最伟大的母亲。我愿意就是代表我们艺术年展组委会，代表我们这个祥源凤凰集团，邀请你们把陈国荣的第九场和第十场演唱会放到我们张家界黄龙洞景区的黄龙音乐厅，放到我们凤凰古城边城剧场，好不好，陈国荣？好，好。哇，这个太惊喜了，谢谢。来，赵小叶。我觉得特别震撼。我其实我能有一点点能够理解到您，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单身母亲，但是说实话，您面对的困难那可能是我的十倍百倍，然后您还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真的由衷的敬佩您，我想站起来给您鞠个躬，真的我太感动了。谢谢谢谢的。那我很希望说能够给到一些助力，那我们迎朗文化呢，在你们的这个演奏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参与前期的策划执行，我希望让你们在没有举办演唱会的那些时光里面都能够看到当时那个精彩的瞬间。谢谢谢谢。有什么样的母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他们对于生活的追求是一致，所以以至于今天站在台前，所有人在看着你们母子二人的时候，我相信眼中是没有怜悯的，而是只有佩服和尊重。